你是谁？我是你的 Google 助理，不重要吧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你会讲台语吗？台语，我不会讲几句啦，讲了不好啦，真抱歉。天气如何？下面是今天的天气，气温24度。勇士对赛程。金州勇士将于明天上午11:30到2018年12月26日的赛程表。设定30分钟后闹钟。抱歉，好的，我帮你把闹钟设在下午5:34。附近餐厅。以下是中正以下是我找到的餐厅商家资讯。台湾现在总统是谁？以下是我在网络上查到有关台湾现在总统的资讯。说个笑话吧。苹果和志豪在比赛，我真的不太会讲笑话，看谁先讲到自己名字就输了。梨子兴奋地说：“来啊！”梨子就输了。8×36是多少？等于288。8×36相当于288。iPhone 好用吗？iPhone 是最智慧的智慧型手机。